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，令来自全国88所大专院校准备到成功岭报到的女学生一大早就抵达台中。1997年1月18号，全国第一批成功岭大专女生训练营210名大专女学生报到，接受19天的军事训练。穿上他们向往已久的迷彩装，套上野战靴，戴上钢盔，像个十足的女性大专兵了。新台币改版曾因为国父肖像有可能从纸钞上消失，因而蒙上浓浓的政治味儿。下午，中央银行再度召开临时里监事会，探讨新台币的改版事宜。结果，与会的里监事确定让国父的肖像可以继续出现在百元钞券上。1999年1月18号，新台币改版，当年传出国父肖像有可能会从纸币上消失，中央银行赶紧召开会议，决定保留国父肖像，随后并新增2000元面额的钞票。